妈妈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运动会都开始了，快带我去拿第一名。好的保证就是第一名。想当年你老妈可是运动冠军，小明怎么站在这不走啊？不但我害怕，嘿嘿，还好我有妈妈抱着我，看来这次第一名保准就是我的。一加二都不知道等于几的狗蛋，运动会可老积极了。咦，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变黑了？赶快拿出来我的熊二手电筒吧，不好忘记带了。就是这个抱着手电筒的熊二，找到的一定要告诉我，好像在小星星上一天突然就变亮了。快告诉我是哪个技术蛋帮我找到的，我要好好感谢你。咦，我的小狗蛋去哪里了？谁见它在哪里，跳远才是我的强项，直接就拿到了满分。最后一项就是掷铅球，使出我的洪荒之力，直接又是一个满分。最近有人会冒充客服给你发信息，说你的账号有问题，需要解封之类的，威胁蛋仔们转账或者提供验证码。凡是收到陌生链接的时候千万不要点，那都是骗子用来盗取信息的。跳绳结束就是终点了，成功帮狗蛋拿的第一名，获得全能运动明星。不说了，先去找狗蛋了。